到足尖的找安慰，祷告时候梦催停。Thank you.
我相信，我得着，我祈求，
我相信，我得着，我奉主耶稣得胜之名，求阿门。 好，坐下来，请坐，感谢主。我们很多时候在念这个宣道文的时候呢，你已经得医治了，因为你肯在这边呢谦卑下来，来求我们的主耶稣。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题目，看得到吗？是什么？祈求信心得着，祈求相信得着，祈求你必须要相信，你相信之后你就得着。 我们反过来论，反过来这个读好，你要得着，对不对？你必须有什么？你要有信心，你必须什么？所以呢，经文呢很奇妙，你不管是从头念到尾，从尾念到头呢，它的意思呢就是说，要让你这样子走。如果今天你没有祈求，你没有办法相信，你就永远不得着。如果你要得着的话，你必须要有信心，你才能够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你要得着的话呢？ 你必须要来，我们当中，如果你可以站着，你站起来；如果你没有办法站呢，你就坐下来。神要来医治你，把你们的双手举起来，把你们身体拿一拿你的东西，我完全来告诉神。可是今天，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的话，我要来，我两个祷告。在这边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，我奉主耶稣圣名，请你举手。还有谁不是基督徒的，举手。 我是基督徒，来做祷告。如果神的灵在你心里面有打转，你就跟着我念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这位姐妹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耶稣，我会帮你祷告。你要出来吗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可以把包包放在那边。感谢主。 感谢主耶稣，我们继续呢，把我们的心情收拾起来，因为今天神要医治我们，但是我们必须要是他的孩子。是那以后路啊，被夸以后路，我们也激动，啊，我们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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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
你可以推他出来吗？推他出来，今天神的灵就必须要来医治我们大家。你要有信心，能够穿，你要有信心出来，神的灵要来医治你，神的灵要医治你。
途间的找安慰，祷告时候梦最甜，每当我软弱，你是我的刚强，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。许我永不离开我，你细细守护我心，唯一的心，使我能从心得力。刚强，再一次如鹰展翅上腾。你永永远远爱我，爱我到底，允许我永不离开我。你细细守护我心，唯一的心，是我能从心的你。爱你，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单单仰望你，哦，我主，一生都要跟随。爱你，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单单仰望你，哦，我主，都要跟随你。你永永远远爱我，爱我到底，允许我永不离开我。你细细守护我心，唯一的心，是我能从心的你。你是我从心的你。Thank you.
需要医治的上前来，不要不客气，上前来，如果你需要医治的上前来，我们让我们帮你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主啊！我们刚刚有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啊，爸爸妈妈都得到医治哦。我们要来做见证，来做见证哦。好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 哈利路亚！来面对这边。圣经告诉我们哦，当你得到医治之后呢，你要勇敢的出来做见证。我们来做见证哦。好，感谢主哦。哎，这位姐妹哦。 这位姐妹呢？刚才她被祷告时，她是外奔族呢。你什么问题？祷告之后呢？
现在呢？哇，感谢主耶稣哦！刚才祷告的时候呢，各位姐妹刚来的时候她头痛，祷告之后呢头痛没有了，我们感谢主哦，感谢主。这位是。这位姐妹哦，她来的时候她肚子痛，那么祷告之后呢，她完全的康复，肚子也不痛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耶稣，给主掌声，安坐，安坐，有些事情做，怎么样？啊，这位安哥阿神哦，他的脚没有力，那么祷告之后呢，他的脚现在有力，可以走了。感谢主耶稣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要给主荣耀哦，主耶稣来医治我们，感谢主，谢谢主，谢谢主。他的右眼哦，医生说啊是没有办法医好的，看不到了。他每次来祷告，他现在祷告之后呢，他说他的眼睛现在就是右眼哦看得到了，因为。牙刷一不一哈，刚刚注意牙刷哈。感谢主，刚才那个手痛哦，现在完全好了。好，我们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刚才这位阿嬷来的时候呢，她是坐着轮椅来的，她说她的脚啊，右脚啊，痛到不能够走路，现在她能够走了。感谢耶稣，我们要一直不断的来相信和祈求，神要得到荣耀，让他的脚能够更好的好起来。感谢主耶稣，他请回座，回座。啊，这位阿公哦，刚才他来的时候呢，是拿着拐杖哦。祷告之后呢，他说他不需要拐杖，来走走看来。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啊。而且走回去，跟这位前面拿那个拐杖来，走回去，感谢主，走回去。啊，感谢主，不要奶奶走过去啊，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做见证，因为这是我们打倒撒旦的一个方法，你必须要用神的高血还有我们的这个见证啊。好，哇，感谢主啊。刚才这位姐妹来的时候呢，她一直头是很晕的，现在祷告完之后呢，她完全不会晕了，我们感谢主耶稣哦，感谢主。
路亚，谁医治你啊？没事。谁治？好，我也要感谢神。我的眼睛哦，就是有些问题。刚才经过了祷告告之后，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虽然现在我那个反应哦，还没有说完全我所需的要的那个要求。不过我知道神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现在我的眼睛是比刚才我看那个荧幕的时候清楚了，有至少50%啊！感谢神，那我还是要完完全全的等候他完全的不用啊，靠做人，这个是实际嘛？如果有这么的一天，是真的很好。现在我真的觉得比刚才好，我模模糊糊的清楚了很多了。感谢神，感谢神对我用，感谢神。只要你肯。只要你肯哦，耶稣啊，当有一个麻风病来找耶稣的时候，麻风病是很可怕的，麻风病是手脚都断掉，身体都脓疮那种，麻风病是很可怕的。麻风病啊，如果你走路的时候呢，在古时代啊，你必须要高喊，我有麻风病，我有麻风病，所以人家全部跑开。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，他说，你肯医我吗？耶稣说，我肯。你看麻风病的人呢，他不要顾面子，所以今天你们要肯来到耶稣面前呢，耶稣就一定医好你们，而且是100%的医好，因为他是神。你们，你们，你们，啊，刚下注亚瑟，啊，刚下注亚瑟，这里后边哦，后边的啊，后边，啊，注亚克来哦，注亚瑟，感谢你，我走路，听你，啊，你坐我来这道，我来相信你，你为我的罪，死亡十字架，我有今日，有生命，有生命，生命，好，这名字好，给你等我两包。你什么名？居雷，居雷哈，你讲，他讲过吗？啊，居雷，居雷，啊，干呀？啊，不，干嘛？告诉我，莫催我，结束耶稣，每当我软弱，你是我的刀剑。都是我的罪，我而家打开我的心，接受你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同我一齐，俾我平安，俾我喜乐。多谢你，接受我，多谢你，赐俾我救恩。奉耶稣名祈祷。阿门。
当神，多么爱我们的神，你是我们的救神，你是我们的医神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好快乐，阿门。在耶稣里面，我们有喜乐跟平安，阿门。啊，那个喜乐平安，这个世界不能够给我们的，阿门。那个喜乐跟平安。